今天下雪了，特别冷。去后面捡个鸡蛋，看有没有鸡蛋。晚上给我儿子弄一个蒸鸡蛋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这是个什么蛋呢？这怎么这么大呀？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蛋呢。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是什么蛋呢？第一次见这种啊，下来个超级大蛋了的。哎呀，这跟这比的，一个好大，一个好小啊的。这是什么蛋？第一次见到这种蛋呢，好大呀，超级大蛋。哎呀，就是那个最大的那只鸡子下的，你看一下，超级大蛋，啊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蛋呢，好大呀，这超级大蛋，怎么下出来的这么大？那就是这只鸡，超级大一只鸡。其他鸡要大一两个，平时吃的也多，我还总嫌弃它，吃的也多又不下蛋，鸡冠子特别红，搞了半天给我憋了一个超级大蛋出来了，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下这种蛋呢？一个蛋这么小，那个蛋那么大，把它打开看一下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啊，双黄蛋，搞了半天是个双黄蛋，